四川观察，你们这个主播一口气吃了几个黄健翔啊？天津大爷跳水爆火，全国各地决战光明顶，北京大爷来了，跳水冠军来了，外星人阿凡达也来了。可是四川观察另辟蹊径，一个没看住，派出了自身浑身是梗的解说员，为观众带来天津狮子林桥跳水小组赛现场的转播画面，将大爷未动脱鞋先行的动作拆解成了技能前摇的施法过程。对于网友关心的为什么只见大爷不见跳水大妈的问题，解释为因为天津大妈正在盘头。进一步解析，大爷的快乐不止于这跳水的60秒，而是来自于跳水之前围观群众的一声声哇塞中。遇到信号卡顿问题，解说员将其包装为精彩的慢动作回放，同时还不忘顺势安利自家的水中娱乐项目合理麻将桌。评论区观众纷纷化身评委，在直播间为每一位选手打出了分数。果然四川观察观天下。据悉，继官方连夜扫清了河底，加强现场防护措施以后，最早一批跳水的天津大爷也加入了维持秩序的行列里面。估计天津文旅局做梦也想不到，竟然是靠几个大爷撑起了旅游事业吧。